盼头了，对吧？十一 ，list box 控件，对吧？那么啊，十二了，哎，中下，哈哈那么我们也是那个把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拿过来啊，就这一部分啊，反正说把我们赋值的这一块，但是我先不绑定啥了，先不绑定事件啊，这里边上一个讲了一个绑定事件和一个变量是吧，这个样式我们给它换一个，你给我看一下 EXPAN 啥来着 ？EXPAN D 吧？有 EXPAN 啊？啊，对，那是 T，EXTAND ED 是不是 ？END 啊，这玩意儿。没办法，我就昨天晚上我背一下，我这到今天我这，哎呀，他不提示我了，我靠，哎呀，这妈的，他要提示我，我就这今天我就装逼，就装的溜得飞起啊，我靠，全能记得住，靠，今天一点不行，我都想换电脑啊，现在买个新的苹果都，我要再想买，我就想买个最高配的那个，旁边那个老师他那个就是最高配的，20000块钱的，20000多呢，我靠。我得不吃不喝5个月，我能买得起。哎，完了，哎，哪个班的学生说，老师我给你买。我上一个班学生就这么说的，完到现在也没给我买来呢。啊，大姐，几点了？那就，休息吧。等会儿我先把它。来，我们来看一下。行了，别说了，上课了啊。这个你说，哎，都无法去用语言去形容啊。来，这个属性，这个属性有啥用呢？它呀，可以使我们这个 list box 啊，支持什么呢 ？Shift IFT 啊和。Control CONTROL 我们来看一下吧，现在是不是插了几个内容对吧，没有写别的对吧，上面这个关掉，哎呦这么多，我把它跑起来，你看了，我按住一个，我选中了 good 对吧？我再按住 shift， 那么按住 good， 再按住 control， 我这个 control 应该是哪个？这有 control， 啊，你们都能用不？啊，能用，按住 control， 完了你按住一个，按了一个是不是就里能选上两个不同的？哎，我这个 control 不好用。哎，糟心呐、啊！这。那么这个文件里其实就是什么？我们用这个shift， 按住 shift， 按住 shift 再干什么？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选项，再点击什么？就是说可以实现，就是说按住 shift 可以实现什么连选，对不对？那么按住 control 可以干什么？
CONTROL 可以实现啊多选。这个应该你会发现，如果你试试以前我们的这还这么多呢，关它啊，你试试我们上一个啊，你看看那个 shift 好用吗，按照它按 shift 你看好用吗， shift 是不好用的啊，只有用这个我们这个属性的时候 shift 才是好用的。能理解了吧？那么继续啊，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容啊，它超过了我们这个内容，我给它，靠，给它多写几个，这个是中文了，这个我应该叫 good 一 ，nice 一 ，handsome 一 ，vg 一 ，vn 一。那现在这个是不是比较多呀？对不对？哎呦，既然这样，我就再来一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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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啊，你看，是不是多了？现在是，那多了，你看我们，但是能往下滑动，是不是？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右侧会有啥呀？哎，右侧会有滚动条，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里把滚动条加上，滚动条。而且我们这个里边还讲了一个这个属性，用这个属性了，对吧？加滚动条。那么加滚动条我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创建滚动条啊？对不对？怎么创建滚动条来的 ？Tick int， 我们昨天用没用 ？ICROLLBR 在谁身上创？是不是在他的身上创建？对吧？那么我再是不是让他 pack 一下呀？是不是？让他在哪一边呢？说右边。那么右边的话是Tick int 点 righht 啊，对不对？他把哪个值充满呢 ？Y 轴。那么如果我先这样写啊，一会儿不合适我们再改。Y 轴，先把 Y 轴充满。这样吧，那么我接下来是不是要配置了？对不对？LB 点 config， 是不是叫 config？ config， 哎，不是 config 吧 ？FIGURE config。是不是这么拼的？啊，是这么拼的吧？你们提示是不是这个？啊，用这个我们这次。那么这个里边我们要 y， 哎呦，那个 c s c r o 不对 ，y i c r o l l 对吧 ？c o m m a n d 对不对？哇靠，呵呵哒。那么让它等于啥？我们写的，我们是不是等于那我们的那个滚动条的一个 set 啊？昨天，滚动条的 ic 点 set， ic 点 set。那么我们上面的这个 pack， 就是说 lb 的 pack 是不是也得修改一下呀？在这写吧，它的 pack 我们也得修改一下。那么昨天我们是不是 side 让它充值，把哪边充满？点 left 对吧？啊，那么它的 fill 呢？这把我们让它 both， both 应该是 take in 的 both。 啊，你知道我为啥总写直接写个 both 吗？因为你 from 啊，不是，因为以前习惯上还怎么写呢 ？import 啊 ，take 啊不是 from take in 的。啊 ，import 星，你这样就前面所有的东西不用写 take in 的点了。但是这样写如果重名就不太好。如果有重名了就废了，你这个代码你就不好找了，对吧？所以这样写也行，但是我们说了是不建议这么写。但是有的时候放纵一下自己还是会那么写的。
对，但是每一次你都写 take in 的点儿 ，take in 的点儿，你也很烦，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下边写 sc， 这把给它写一个这玩意儿 command， 我让它等于啥呢？这样这把我 lb 点什么的，我们昨天是 y view 啊，哎，这是我换了一种写法是吧？哎，给它换一种属性，是不是能获取到我这边这个属性啊？对不对？但你会发现现在其实挺难看的吧，为啥？因为我们这个窗体现在高，它高多少？ 400， 我们把它是不是充满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要想用这个看效果，说不要它的啥，不要我的这个尺寸，说用默认尺寸，对不对？用默认尺寸是不是就可以了？哎，是不是就这样了？而且我这边滑是不是也能控制鼠标的滑，是不是？哎，跟昨天写的那个是一样的，对吧？只不过我下边我又换了两种写法，是吧？就把它换了，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取到，给它再额外在外边再给它，就是那个它的属性赋值啊，对不对？额外给属性赋值。那么你看啊，现在哎呦，那么我们的滚动条是不是就好用了？看到了吧？也能选的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啥呢？我们现在这样选，如果选第二个，是不是就是上一个就没了，对不对？但是有没有这种列表，就是说我能这样选一个，再选一个，再选一个，是不是可以啊？有没有这样的列表？有吧，以前遇到过吧？那么我可以干什么？是不是多选呢？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再换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们是用，主要是加了滚动条，还有我们这个 shift control， 对不对？再来一个文件，这个应该叫啥呢？13 list box 控件啊，那么下没了，最后一个，啊，开心了是吧？我把那个咱们该拿过来的也还拿过来一份啊，来这里边我就干什么呢？把这个属性给我换掉，多选的那个英文单词叫啥？ MUL 啥 ？IP 来 ，L U 啥 ？T I P L E 吧，是这样不？这个英文单词叫多选的意思，其实就是换个啥呢？换个属性。那么我再点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放开？看到了吧？这样就是多选。其实你看很简单，就是换了个啥？换了个属性。这个属性是啥意思？它支持多选。这把来看，它就结束了，没了。啊，这不是很多吧？说还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呀，没了，你完全记不住，你很正常。但是你知道它有啥功能了是吧？去里找去吧，这你要想把它记得住。这13个是吧？其实我昨天说是30个，对不对？我30个其实是我把 list 放到一个里边，那这 list 里边多了几个？多了3个对吧？那么你说如果说 list 放的，那你说现在还剩几个文件呢？20个，还剩20个文件，大哥们啊！没事，还有啥？今天一天必须要把我这个 take inter 录完啊。那么剩下周末两天，我跟温老师说了，让他们给你们出的题少一点，简单一点。
完了，明天你就把这个昨天的和今天的全再写一遍，基本上就 OK 了。而且你写的时候还会用到我们这周的面向思想的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对吧？写那个界面的时候，对吧？你基本上这周的东西你能拿这些，而且前几周东西你也都会练习到，因为逻辑啊，还有一些 if 啊，什么循环的，什么变量啊，你全都练到。而且我还告诉他，周末周六的时候一定要监督你们去把这个界面写出来。行了，我们进行下一个内容啊，啥了呢？啊 ，scale， s a l e。哎呦我靠！我又想把它点过来，我靠，一天点叉上了。这还好看，这都不好看啊！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做出来就是最最最最普通的那些，就是你我们安装任何软件的那种，也就做出个那样的，很可能你还做出来没人家那个好看。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以后我们的主要内容，我们就拿它干什么呢？去练习一些面向对象啊，或者练习一些思想，或者做出一些好玩的。你把你这个做出来之后，你把你这个东西发给另一个人。是不是就是他就能执行了，对吧？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你可以把它打包一下，自己研究去，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你最终你可以把这个搞成一个 ESE 的，是不是也行啊？啊？啊？我这个没问题啊，不是，我这不是这个文件，我这不是包啊，我知道，但是变了这个，那不知道，反正我不错，我帅呗，是不是？你还哪改错了？我这不报错啊？啊，你是因为我这个上面那个叫这个名，他不提示的？他改了之后反正提示了。我靠，原来不能吧？我也要证明。来，我试试啊！我靠，我别把自己坑这么长时间，我没注意这件事情，真的。我把它重命名啊，有可能也是这样啊。Take K。我啥我都关闭了，这个也不是外边的，这个不是吧？就是我再打开是这个，哦这个好像是哈，是上面那个，对对对，弄，等一下我再把它起来。是吧？哎，这么高档，哎呦！呵，哎呀，我刚才创建那个啊，来，咱们要创建一个，对吧？再来一个，14 I C A L E 吧，我们把这个也给它打开。把它先放着啊 ，SCARE 我没拼错，哎，我现在都害怕了，你知道吗？有点怀疑自己了。这个英语啊，哎，昨天我看了，其实昨天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我准备有时间我跟你们说一下，就说申请拷贝的一个问题。昨天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系统的一个那个说明啊，全英文的，我靠，看得我都如痴如醉。
来，这个，把这个基础的这个再拿过来。那么它是干什么的？它是供，供用户通过啊拖拽啊指示器，那么改变什么呢？一些变量的值。那么比方说我们以前那个有的一些那个音量的控件，哎，是不是那种拖动可以改变音量啊？哎，就那玩意儿。那么它是可以水平啊，也可以数值。我们就看看这玩意儿。那么 IC 叫啥 ？ALE 对不对？等于 tint 点 IC。哎呦呵，久违的提示啊 ，win。那么这个值一般我们这种拖拽的值是不是有个起始值和一个终点值？很坑啊！它这个起始值 from 下划线等于假设零。有的时候我经常一写，哎，我就不加这个下划线，啊，它就包拖，要有这个下划线。那么终点值 to 等于100。啊，这 to 不加，你看，就是所以说它很坑嘛 ，to 不加啊 ，from 前面要加，后边要加个下划线。那么我们干什么呢？是把它给摆上去啊？这个管它叫一吧 ，pack。那么这个我们先给它跑起来。默认是啥的？数值的，对不对？那么它呀，那个选项那个值叫啥来着？我看，对了，它有个 ORI int 啊，等于一个 take int 点 h。ORI 这个是不是就是数值的意思啊？哎呀，对不对？来把我先把它写上，鼠标呢？哎，水平了，对吧？那么这个属性，这个是啥意思？这个是水平。那它还应该有个啥数值的，这个我就写一个吧。那么水平的应该是 V 开头的吧，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数值的。其实默认的它就是啥，这种数值的，看到了吧？你看最终我从0到100，看到了吧？这个是，哎，这一提示太爽了啊！我就记一个单词，因为 H 我怎么记住呢 ？H 中间有个横，哎，水平。那我不记这俩数，我就知道它第一个单词里边有个横，我就知道它是水平的。那个单词真他妈记不住啊，太长了，我靠！超过4个字母的单词我就有点恐惧。但是 hard sum 我都说分俩单词背的 hard sum 啊，我删字母了，这有个 L 是让我删了啊，行了。那么我们常用的一般用什么呀？水平的是不是比较多呀？其实哪个都比较多啊。好了，那么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一些那个数值和水平值要打好了吧？那么它还有一些属性啊，T I C K I N T E R V A L 啊，现在等值等于我100是吧？我等于个10。现在他给我等于个10，你把它跑起来啊，这有点太那啥了是吧？这样 ，renrenjth length 200，这个 length 首先说啊。这个 length 是啥意思呢？水平时，表示宽度，对吧？数值时表示高度。这个呢？它会选择值，干什么？将会啊为该值的倍数。那你看选择值，我们选择的这有啥值？是不是有10、20、30、40、50、60？你看是不是都是十的倍数？对吧？都是十的倍数。但其实这个我们咋的很少用啊，这玩意儿很少用是吧？就是在下边能显出你如果要写20呢，这玩意儿它就都是20的倍数了，就是大致上哪个范围是什么值的意思是吧？那要写100呢，开始的值和结束的值，这样我们能标示出来它的范围，等于它最大的是吧？它有要用的话，其实也就这点用，是不是？我们这样很明显知道左侧是0，右侧是100，要不然你不写这个，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是啥呢，对不对？行了，那么这就是这个。那么它还有一些用什么呢？我们要获取值啊，怎么来获取值啊？那么 PINT 斯高了点get 啊，再来点 get。我们来试一下，我们一般想是不是有的是有 get 的呀，对不对？哎，得到个零，为啥？因为它就是零，是不是？那么我们想写一个比较好看的，就是我想知道它这个现在的一个值，那么我们给它来啥？来个 button。定义的点 button win a 按钮啊 command and show number 点 tack， 你看我这把这么写的。我不用定义变量，我是直接把它，其实前面是不是就获得的是我这个按钮的这个对象啊，是不是直接让它点 peg 就行了。那么 def show number pint 把谁写的呀？把这个 scala 点 get 是不是就行了？把这个 scala 点 get我看看哪写错了啊？button 哦，哦，这忘写那啥了吗 ？test 了吗？来，放到这儿一打印，是不是16？
啊，放在这一打印，是不是47、76？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是不是获取到当前值啊？哎，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操作的时候，或者说想获取它的值，是不是就可以用它了？那么其实它还可以干什么呢？还可以设置，设置值啊，下面是不是取值啊？取值。那么取值是 get， 那设置值呢？猜都能猜出来，设置是多少呢？20。比如说初始值我是不是设置成20了？是吗？20。